热的暑期，海边冲浪是个不错的选择。玩玩沙，划划船，看着大海，让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那是少年们2012年暑期的青春。只不过，你是否还记得那个传说呢？早在大航海时代，我的祖先便踏上了这座岛屿。几百年的时间，勇敢和智慧让他们积累了无尽的财富。现在，我向你们发出召唤，我会恭候你们的到来。扬帆吧，勇敢的少年！海贼王向少年们发出召唤，只有最为勇敢、最为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得到神秘宝藏。传说中的宝藏在威海出现，四支寻宝队伍迅速集结。他们为了获得宝藏的线索，必须通过杰瑞船长的一个个调皮的游戏测试。寻宝行动第一关，麻烦的大脚。来，队队，来做好准备，看看你们的表现怎么样。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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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他的赌博好大呀。对，我觉得他其实跟我刚才是一样的。我就感觉走一步。看，然后前面就卡住了，走一步卡住。哎呦，他们俩不走，我这第一件。哇！慢点，别趴下，稳啊！如果被卡住的话，要往左边移，要不然直接抬高的话会有那个。需要很大的力气。别停！天道哥哥，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说。我刚才也是这么丑的姿势吗？不，你比他丑。我比他还丑。天哪！哎呀，跟我一样。你怎么这样的人？哎呀！他给你用了同样的方法，把水全吸回来了。在上面，其实应该像那种拧床单的那种方法。哎，这样去锻炼孩子动手能力啊！哎，是想着就是半道上已经漏了不少水了，然后到那边集水的时候，应该不是特别沉了，然后就让他们两个一起去集水。
的时候得用劲儿，所以最后耽误的时间比较长。找他跳门了。不要误伤其他人啊。好，五、四、三、二、一，停！好，现在我们鹦鹉螺队的同学也做好了准备，已经各就各位了。那个，其实我有接应权，他有那个建议权，但是我没主意，那咋办？就他说咋地就咋地。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加！哎，他快，我跳高抬腿跳，高抬腿跳，他快，他明显比刚才那个同学快啊。刚才那个比较淡定。哎呦，他是快。他那个表情，他那个表情，当时就感觉特别使劲，然后就是还有那个感觉就是想一直想着那个如果赢了会怎么样。咱们也要给对方同学加油，这样我们才大快。快看，跑那边去了。他真的像一只很好玩的企鹅呀！刚才第一组进行比赛那个比较淡定的同学说，他比我大三岁。他们好快呀！超快，速度很快。哇！现在我觉得他们队有点小便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天开始下雨了，这个雨水也会进到鱼缸里，这个怎么算呢？我们就护着他，护着他不让进水。哇，他们太快了，真的是！而且你看，他们这个海绵上还沾了好多沙子，应该是特别沉的。哇，天哪！哎，不要浪费水。哇，太厉害了，加油！然后都快到最后之后，看那个水就是比那个第一队多很多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高兴，然后就那个控制不住了。哎，你看他现在这姿势像不像跑百米40:1的时候那种接力？对，准备啊！而且你知道吗？我俩的身份同为麻烦的大脚，他是给队伍了提升成绩，我是拖后腿。四步能够迈过去？天哪，四步！来，我这回跟他一块儿过来，我学他的步伐。站！我是这样的吗？不，你的表情不一样。你是，抓紧时间，抓紧时间。8、7、6、5、4、3、2、1，结束。下一个上场的是谁？哪一队？不知道队长。橘队，来做好准备。不是，他们俩是那个汲水的，他是跑来跑去的呢，跑步操的。哎呀，我们旋风队的同学能不能像旋风一样的快呢？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来，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哎，也挺快啊，也挺快，真的很快啊。而且他是完全不怕那个脚步被崴进去，是这样跑的。快，加油！哎呦！哎，他呀，你说他怎么着？他是绊着自己，一路踉跄着回来，绊就来。但是这样很容易来个大马趴。那就说明他平衡性特别好。哦。哎，你看我们其他同学，你看那边还着急。好了。哎，其他同学特不服不忿的看着，尤其是刚才的鹦鹉螺队哈。哎呦，他也挺快的。真是一路踉跄着绊着自己过去。他也没，他呀个高腿长。好的，漂亮！好，加油！他们应该还能完完整整的走完这一趟。加油！这两位汲水的同学，他们真的是哇！3、2、1，好！哇！哎呀，在上一个游戏啊获得胜利的红帆队，这次是最后出场的，他们究竟会不会取得同样的好成绩呢？红帆队准备好了吗？想了半天，看来心理压力很大啊！想赢踏实的思想千万不能有。没关系，记住你们取得好成绩。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稳！哎，好嘞！星期吃不了热豆腐。而且他们那边派出两个最矮的女同学。哎呦！好样的！对，没有想到全军的跳门啊！他们真是要榨干最后一滴水。哎呀，哎，稍微有点跳门了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旁边这个小步脚。
一直在控制自己的衣服，完全没有静静的在比赛啊。哎，这次谁是多的啊？哎呦，好样的！我每次见山林的那个，我怎么觉得小个子女同学就像拎了一袋面一样。加油加油！好样的！倒计时，七、六、五、四、三、二、一，闭上眼。海贼王向少年们发出召唤，只有最为勇敢、最为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得到神秘宝藏。传说中的宝藏在威海出现，四支寻宝队伍迅速集结。他们为了获得宝藏的线索，必须通过杰瑞船长的一个个调皮的游戏测试。寻宝行动第二关，只言片语。来，红帆队做准备。来来来来来，做准备。谁来摘？谁来摘？你来摘。你来摘。谁来猜？那个来比划，当然他来猜了。比赛开始。哎呀，这几个字？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然后这是什么呀？降龙十八掌。哇，太厉害了！这也能降龙十八掌？好好好，快下一个，下一个。注意他的表情啊，他已经无奈了。四个字，快反相信。哎呀，这很好表现啊。四个字，你看他表情是什么？四个字形容他的表情。表情。想错也可以。哎，回答就是。好，恭喜你们。好样的，来，几个字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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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独立。回答就是。哎呀，好了，漂亮。心机独立。我会再回来的。回来正确。好样的。哎呀，四个字，反正你吃的吃了好多好多，吃了好多好多。好，行，这个也超过了我们规定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他们一共猜对了几张。他们一共是猜对了五个。旋风队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啊，预备开始。哎，但是女同学还有一点不太好，因为她有刘海是吧？我看不见。对，你看不见就对了。四个字，第一个字是。第二个字。眉飞色舞。回答正确。哇，好厉害呀！她表现的也很好，对不对？孙悟空，孙悟空，他师傅给他弄一个什么？孙悟空的师傅给他弄棒。结果这棒是给他师傅。这也进海神仙里。对呀、啊，顶不住。好的。嗯。后面背这个东西，然后呢，是一个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是谁和谁的故事啊？记不记得？好，过过过过过。好，这个不行，这也超过。负荆请罪。来，下一个。得。回答正确。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字的。孙悟空的二师兄叫什么？猪八戒。回答正确。等会儿，孙悟空的二师兄。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是敲一个东西，然后捂那个。掩耳盗铃。对了，回答正确。好，来看一下啊，旋风队是一二三四五六。于雷这两名同学呢也做好了准备啊，谁来比划谁来猜已经都就位了。好，预备开始。哎，他把自己眼镜摘了拿在手里哈。几个字？那个船怎么样？大。这个船小。大小。他指的那是什么？眼。然后呢？大眼瞪小眼。哎呀，来接着。我的嘴巴怎么样？
什么状态？刚才那什么状态？啊，脏。对对，第二个字。牙。对。我在就是张牙舞爪。回来，张姐。好样的，漂亮。举手，回来，正确。哇，经典动作是什么？奥特曼。回来，正确。好，眼镜全都蒙住了。然后呢，我们用那个我们那个饭凉了，都放在什么里面蹭一下？微波炉。回答正确。哇，还蹭。现在的孩子都是用微波炉来蹭，我们都用什么来蹭一下？一个字。我们很着急，这是什么？走。然后呢？精武之宝。回答正确。哇。漂亮。三个字啊，然后女王弄了一些顶饰在一个城堡外面，那个王子要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啊，一个人，哎，有谁啊？不讲不讲这个了。好，其实这道题很简单，这也答对了六个呢。来，开始，加油。几个字？饭馆里边经常贴的一四个字，饭馆里边经常贴的都是哪几个字？请来吃饭，欢迎光临。对，饭馆里面都贴着这个字。然后呢？欢迎光临。回答正确。我问你，我都说完了。快点，你的。说完了之后。鸦雀无声。鸦雀无声。好的，几个字？你可以表现一下，表现一下。动作。东北，东北都干什么玩意儿？养鸟呀。回答正确。哎呀，太厉害了！东北都干什么玩意儿？你看人家非常专业。啊，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外国的那几个字，四个字。它什么颜色的？老鼠。不对不对。什么颜色的？啊，黄色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就放在海里面进的那个。孩子，那个东西叫衣服。就是放到海里面进的那个。海绵。宝宝。回答正确。就在我们要过的时候啊，我你，哈哈哈哈，我来给你做一个动作，记着，几个字？蓦然回首，哎呀，也对，这样干什么？以我去比，真是的。你这是干嘛？不对，我再给你比一次，我再给你比一次。我头是冲这边的，你是如花，过吧过吧过吧，回眸一笑，我特想开如花，我一笑，我给你两个裤子，那个船比那船怎么了？大，这样，企鹅经常干什么？摇，啊对，然后在那个第一个大摆，回答正确，大摇大摆。小水手们通过了一关又一关的考验，船长杰瑞和宝藏的线索也逐渐浮出水面。可是茫茫大海，少年们是否要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扬帆的少年。帆船是一项很酷的运动。我是 Brandon， 可以叫我小白。我叫 Jerry， 你可以叫我大白。这是我的哥哥小白。我希望孩子们学习开帆船，你也可以开非常快，像快艇一样。怎么样，同学们，准备好了吗？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扬帆吧。今天要教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要是翻船，一定要坐在帆的对面。嗯。我也掉头的时候，一定要换弦，坐在船的另一弦，从右弦换到左弦，或者左弦换到。哦，换弦。今天最好也学，靠岸。哦。把蚊香门拔出来，就是今天要学换弦和靠岸，对，是不是？好，那这样咱们到那个实力翻船的地方咱们练练好不好？换弦，他要掉头，掉头的时候他要坐到船的那边，你看这个就是换弦。经过两天的训练之后，这是队员们第一次下水，他们能够顺利换弦转弯吗？红帆队队长一马当先，可是他的姿势怎么看上去胆战心惊啊？鱼雷队的队长表现得坦然自若，丝毫没有紧张的感觉哟。嗯，等等，他不是不会游泳吗？他到底是故作镇定还是真的不紧张啊？鹦鹉螺队的队长脸上已经没有了精彩的面容，难道他在担心撑杆打中他的脑袋？在大白和小白教练的指导下，你学会驾驶帆船了吗？为了得到新的线索，继续杰瑞船长游戏关卡吧。海贼王向少年们发出召唤，只有最为勇敢、最为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得到神秘宝藏。传说中的宝藏在威海出现，四支寻宝队伍迅速集结。他们为了获得宝藏的线索，必须通过杰瑞船长的一个个调皮的游戏测试。寻宝行动第三关，旱地赛龙舟。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杰瑞船长给大家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考验你们的团队能力。没错，那就是旱地赛龙舟。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听好我们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同学还在说绳松了绑不紧，来，我们到这边。知道为什么绳子会松吗？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步调完全不一致。对，有左有右，有左有这样绳子肯定会容易松。而且你想，他们在一名同学跌倒之后呢，他们没有停止调整步伐，而是拽着这女同学。他们发现不了。对啊。哎，你看现在。那么两个队伍还没有参加比赛，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他们吗？没有，不肯分享，不可告诉。那我们这样，赶紧去问问获胜的这个旋风队。怎么样？这真的是太兴奋了，抓到我们赢了的感觉好吗？好啊，有点雷死。有多好？非常好，非常好。他们的步伐非常一致，对，他没有盲目的追求速度，而是一二一二喊着。哎，你们比赛之前有什么部署吗？啊，就是喊一迈左脚，喊二迈右脚。对，步伐要一致。对，首先就是步伐要一致，然后每个人的步幅大概都是就是相同的，然后不能光追求速度，要不然的话就可以就是大点的步幅，但是速度要稳，然后要不然就是平。快一点，但是速度最好是要小一点。哎，其实哥哥，你发现没有？他们一点都不避讳，对，就是分享成功的经验吧。好了，我们前往小区看看另外两个队伍的表现怎么样。三二一，开始！哎呀，怎么绿队的小妹妹刚开始就摔了呀？怎么又摔了？红帆队都已经稳步向前了呀！天哪，又摔了！鱼雷队的小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踩绳子？看，我没有，我一起来，然后后面因为就是
就是一起趴下，然后没有，就是没有起来，然后一起来又翻又摔跟头，所以是非常的着急。拔旗子，哎呦！吵起来了，这块没我的事儿。怎么刚才怎么了？刚才他一直在往前摔。为什么你在头一个老是跌倒啊？为什么？踩绳子，我没有。其实是这样的，不是他踩绳子，因为你们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绳子之间的距离是有限的。如果你迈的步幅过大的话，你觉得后面再有人在蹬你，其实要调整一下。寻宝行动第四关，趣味铁人三项。在我们小队里，我担任的是队长的职务。我们小队里面有许多困难。首先，成员总体年龄偏小，个子也偏小，所以我要担任照顾他们这个工作。经常会找我陪他们玩。他们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能帮他们解决一下。再就是他们受到其他小队里面几个比较调皮的男生欺负，我要去保护他们啊，替他们伸张正义。刮鼻子，然后揪耳朵。啊，疼。再呢？再拔一下头发。虽然我们小队里的队员年纪比较小，然后他们的注意力也不是集中在比赛上，但是我还是会更加努力，为我们小队争取更好的成绩。让我们一起加油啊！第二棒已经来了，好，第二棒快，哎呦我的天哪，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呦天哪，哎呦我的天哪，人家都是往前滚，但是侧着滚，好漂亮，可以出分了，要进行绕桩，两个人要进行绕桩，哎呦我的天哪，对，这个杰瑞船长啊，怎么出这么难的题呀、啊？他们俩人是桩是绕了，把桩全给碰跑了。我觉得如果要让小不点参加这个比赛，就只能看一面墙在那走，小不点人看不到。不是小不点，来，大家给他让开位置，让开位置，来，赶快到我们面前，快，摆好衣服，摆好衣服，三一起啊！我们的先锋队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呦，是女同学打头阵、啊、可以看得出来她这个使用的什么姿势，你最擅长游泳啊，就在水里飘着啊，但是她的速度很快，她速度快哈、啊、她用的是蛙泳腿，但是胳膊不太正确，蛙泳腿别用手，自由泳的身子小心翼翼的，小心啊，不要把我们的桩全都碰倒啦。他们现在用时告诉你们，我们红班队非常关心旋风队的成绩啊，加油啊，加油，来给他们让开，给他们加油，给他们加油，来，快点，还有一步，快，坚持，停，鹦鹉螺队做好准备，听好口令，三二一，开始。什么姿势？快，三二一。自由泳。金豆哥哥，我就是、啊、你给我扫扫盲哈、啊，就是自由泳、蝶泳、蛙泳这几种泳我分不清楚。自由泳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蝶泳腿在后面。那到底是蝶泳还是自由泳？就是一个。
自由泳腿。你刚才说的蝶泳腿。就是蝶泳腿和自由泳腿，就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向上的。被这个蝶蝶弄疯了，金豆哥哥。哎呀，田克帆女孩，哎呦，太漂亮了，好样的！加油，加油！好，绕桩。他们的速度也很快。绕桩，绕桩啊！严格的绕桩。加油，加油！绕桩，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这是哪个队？鹦鹉螺队，对不对？哎，这有一个，这有一个没有绕过去。啊，那个反正没有绕，就影响别人了。必须绕。对。他们呢，非常非常守规矩啊，他们不是故意的，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发现了之后马上来让道，让道，让道。来，时间在一分一秒的停止，来，好收。鱼雷队的同学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能否为自己的荣誉而战，突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海洋标志的？哎呦，你跟谁的孩子都等不及了！不如我为他们捏一把，你知道吧？来，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加油！快！速度也很快，速度也很快。虽然说他们这个女孩这边不是有的，速度也很快。不，就是爬那个翻板，然后游泳游的也不是特别快。加油，加油！我们小眼镜腿长，这往前一搭，距离还是有的。对。好，最后一个，再来。哎呀，小眼镜已经好，绕桩绕桩。好，加油，加油，加油！快！辛苦的少年们经历了一天的努力，胜利也在一步步的靠近，但是调皮的杰瑞船长会就此罢手吗？在下周的大仓库，让我们继续回忆那些寻找宝藏的日子吧。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仓库之宝贝新计划。宝贝新计划，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小刺猬的故事。在蜈蚣的冬天里，一只小刺猬正在洞房里耍着小性子。我不想睡觉，我说过了，我不想睡觉了。小刺猬说着，浑身的刺更直了。我要天天玩，天天玩，冬天也一样。刺猬妈妈在一旁反复的给小刺猬解释着。孩子，这是不可能的，时间一到你自然就明白了。救我！秋天的景色美极了，到处都是可以捉迷藏的好地方。小刺猬有好多小伙伴，于是他决定去找朋友们玩。可是树林乱糟糟的，大家都在翻找收集忙得不可开交。小刺猬却是毫不在意，它一直的走，直到一棵大树旁边。那上面是小松鼠家，它使出全身的力气朝树上大喊：小松鼠，鼠！小松鼠探出头来，是谁呀？你好，你想再来跟我玩捉迷藏吗？不行，我得赶紧仔细搜集，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我得准备睡觉放假嘛。这么说，今年冬天你也要睡觉啊？那当然，知道吗？我都等不及了呢。小刺猬匆匆忙忙的继续往前走，他走啊走啊，来到一只小睡鼠的地下洞穴前，开始对着洞大喊：小睡鼠，小睡鼠探出头来，是谁啊？你愿意出来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吗？不行啊，我得抓紧时间再多采点橡皮，可怕的冬天马上就要来了，你得做好准备，穿上大衣了。
次停下脚步。小蛇，蛇蛇蛇蛇蛇蛇蛇。小蛇探出头来，是谁呀？你好呀，小蛇，你想跟我一块玩捉迷藏吗？好呀，不过飞走到明年春天了，现在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睡下一觉。这么说你也要去上很久一个冬天了？那当然啦，不光是我，还有小蜥蜴、小青蛙、小旱獭，他们都要冬眠呢。就连大棕熊也要在山洞里睡上一个冬天呢。对了，你不是也要睡觉吗？可是我不想睡觉，不想睡觉。树林里的日子过得很快，树丛中太阳光也越来越暗，黑夜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白天越来越短。而我们的小刺猬也开始觉得有点困了。宝贝升级话，你还在担心陪孩子玩什么样的游戏吗？什么游戏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呢？一起动手，让孩子拥有一个简单快乐的游乐场吧。怎样用旧报纸和胶带制作出一个球呢？发挥孩子的想象力，来一场保龄球大作战吧。Hello, hello.We're gonna make a little ball that looks like this. 要把废旧的报纸做成一个球形。首先将报纸揉成团。对，没错，你做得很好。哦，宝贝儿，你应该再用点力气。是的，加油。然后用胶带缠绕在这个上面。啊，粘到手了。你也是，反过来贴，用剪刀一定要小心。是，是这样。看，一个球做好了。这个球又能做什么呢？来一场保龄球大作战吧。看宝贝们玩的不亦乐乎，你是不是也想试试了呢？小瓶盖能用来做什么呢？只要一张桌子，再动动你的手指，来练习一下吧。看啊，小小的瓶盖就可以让宝贝们玩得这么开心，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赛吧，看看最后留下的瓶盖是什么颜色。 OK, first person this time is Dora. 宝贝儿，你先来。很好，很接近了，现在换你咯。哦，不过飞行轨迹很棒，哈哈，手指用得很好。喂，你这是犯规啊，下不为例。Dora, we have 2 weeks left. Okay, Jonathan, you're good. Yeah, 宝贝儿，你怎么弹到这边了？哦，真遗憾。那么现在是谁赢了？恭喜蓝队。
怎么样，今天的游戏你还喜欢吗？欢迎收看大仓库，我们下期节目再来一起玩吧。宝贝兄弟话，哎，兄弟回头，看老哥给你跳支舞。哎呀，还好他没回头。太笨了，看我的高空落地，走你。有点晕呢、啊。哈哈哈哈，我说你们俩是来演小品的吗？我这乐得都要打滚了。我倒是不晕，就是觉得眼前有东西晃晃悠悠的，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看我的无敌神拳，嘿，哎呦！爸爸，我觉得我们之间似乎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这难道是外星人来了吗？这又白又黄的东西是什么？不管了，先尝尝再说，味道还不错嘛，就是有点奇怪。嗯，我刚睡醒一会儿，怎么又困了？妈妈，让我来帮你扫地。算了，还是等我长高点再说吧。再站过来一点，比赛马上开始喽。好，预备，开始。胜负已分，请双方鞠躬答谢。让我来教你们怎样才能有好吃的。对，就是这样，继续跟着我做。饿死我了，饿死我了，真是无聊透顶的旅途呀。哇，厉害呀、啊！我发誓我比他跳得好得多，但我只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跳。兄弟，把嘴张开。快把嘴张开，疼死我了，我的手指头可不是火腿肠啊。我的妈妈呀，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骗到你们了吧，刚才我装得像吗？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怎么没完了，讨厌。自从有了这个神奇的小东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满屋乱跑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从上面下来。这个牙刷是你姐姐的，可不能乱用。她是你姐姐的，不要抢。哦，这下有好戏看了。如果有一天镜子中的你都变成婴儿时的模样了，你会去做什么呢？